何西阿书第十章一节，以色列是无生的葡萄树，结果子真多，果子结那多，就起这大那多，土地那肥，就做条上那水。因存两样的心，现在要定做有罪，耶和华要拆毁因的这段，毁坏因的条上。因要讲，阮无王，因为阮无敬畏耶和华，王会替阮做虾米呢？四节，因为着立约讲白贼话，南山咒诅，所以财罚亲像苦菜生炭的残叶犁沟。撒巴利亚徛起的百姓，要因为逼阿文的牛啊惊吓，崇拜牛的百姓，甲喜爱牛的祭司，拢要因为荣耀离开伊，为伊悲哀。人要将牛啊带到阿述，当作礼物献予亚瑞波王。伊发现要受凌辱，以色列要因为家己的计谋来见笑。七节，论到撒巴利亚，伊的王要灭无，亲像水面的泡一样。伯阿文的山头，就是以色列处座的所在，要受毁灭。刺皮甲一个要发伫因的这段顶，伊要对大山讲，也看阮；对小山讲，跌伫阮的身上。九节，以色列啊！你对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思想犯罪，恁的先人勿徛伫遐。现在带基比亚的人，掠做攻击罪恶的人的战士，忍袂到家己，我要随意刑罚因，因乎两项的罪所定。列邦的百姓要聚集来攻击因，伊发现是孙良的无辜啊，爱打五国的。我却用担挂伫伊肥水的颔棍顶，我要予伊发连拖车，犹大要犁田，雅各要背上田地。十二节，恁着为家己栽种公义，就会收割慈爱。现在拄是找求耶和华的时阵，恁着开垦爬远的地，等伊临到。予公义亲像雨降落伫恁的身上。十三节，恁种作的是奸恶，收割的是罪孽，吃的是白贼的果子。因为你倚靠家己的行为，也倚靠济济的勇士，所以伫即个百姓中未有扰乱的声。你一切保障未受拆毁，就亲像撒勒曼。在征战的日子，拆毁伯阿比勒，将其中的母子做伙摔死，因为因的大叛，逼得你要予恁做母安尼到天光，以色列的王要全然灭绝。